其中一名男子被打趴在地，员警赶快上前劝阻，场面大失控。酒客当着员警的面前扭打成一团，还有人从背后请报员警。另一头酒客更夸张，直接拿出开山刀。员警上前夺刀，被两名酒客包夹，另一名员警拔枪制止，再度被请报。还好其他员警立刻过来支援，上铐压制，闹事酒客。街头大乱斗就发生在13号凌晨，高雄市区一家酒吧外。根据了解，当时酒吧客满，一名阳性酒客为了抢位置，和王姓酒客等三人起冲突，四人在马路上大打出手，引起十多名酒客围观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幸好警方及时到场平息纠纷，四人最后被依照妨害公务、违反涉违法移送法办。记者王嘉庆高雄报道。